世界。考考正在准备烟花表演，过几天他想要给朋友们献上一场漂亮的烟花表演。哎呦，奇怪呀，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很吵。哎呀，这时候像我耳朵大就更怕吵了。就是啊。这样就听不见了。淘淘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刚才在外面摔了一跤，是不是很疼啊？要帮忙吗？对了，得去我爷爷那儿取些花籽儿回来。可是这腿，你们可以帮我去拿吗？好啊，一起去吧。嗨嗨，你得照顾皮皮，不能去。对吧，皮皮？对，憨憨。淘淘跟我一起去。淘淘，跟我一起去吧。好吧。谢谢你答应我一块去。我为什么要答应你一起去呀？好久没看到爷爷了，我好喜欢皮皮的爷爷。我也很喜欢皮皮的爷爷，因为皮皮腿受伤了，所以没来。是这样，爷爷。所以你们俩替皮皮来拿花籽儿的吧？对呀。是不是伤得很严重啊？不严重。伤得不严重，我就放心了。爷爷，这是什么？真好吃。那是向日葵的瓜子儿，好吃吗？嘟嘟。好吃，爷爷。这对身体有益，多吃点儿。
等等，我把花籽儿放哪儿了呢？嗯。哎呀，你怎么又开始拼命吃了呀？差不多已经吃了100多粒了吧？好像会不会变成葵花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不行！这橘黄色袋子里面的是紫罗兰，这黄色袋子里面的是郁金香，看见那些花了吗？粉色的是薰衣草花，红色的是月季花。哇！都记住了吗？啊？记住了，爷爷。你都记住了吧？黄色袋子是郁金香，蓝色袋子是薰衣草，草绿色袋子是去看看，嘟嘟，快走啊！黄色袋子，是什么来的？等等我。黄色袋子是郁金香，蓝色袋子终于成功了！哇，我也想试一下，让我试一下好吗？好不好嘛，考考？该怎么弄呀？放这个就可以了吧？不行啊，你会弄坏的。奇怪，那是什么呀？好奇怪的烟花。那是。那是什么呀？不好了！出事儿了，可能放了皮皮爷爷给的花籽儿了。什么？哎呀，糟了！黄色袋子是郁金香，蓝色袋子是紫罗兰，橘黄色袋子是糖糖，在我忘了之前一定要送到。等下次再看烟花吧，我走了。放点花籽会飞出花瓣。哇！所以郁金香花籽儿砰的一下就飞上天了，好想种郁金香啊！对不起，不过剩下的嘟嘟都拿来了。蓝色袋子是怎么是个空袋子？那个不可能，跑哪儿去了？嘟嘟，你是不是把它给吃了呀？嘴边还留着花籽呢。不是这个。猜对了，看它还在吃呢。嘟嘟，你什么时候吃的呀？哎呦，就算你再喜欢吃，可这样也太过分了吧！怎么回事啊？
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没了呢。过了几天之后，好了。皮皮，你来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考考，你有没有看到对面的花街？花街？哇！哇！这是谁种的呀？因为下雨好几天没有出来，一出来就看到这儿有花街了。不过这是谁种的呢？啦啦啦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啦啦啦啦！伙伴们，伙伴们，伙伴们，你知不知道那条花街延续到哪里呀？我们去看看吧。哇哦！哇哦！这个是紫罗兰，那个是郁金香。哇，嘟嘟，你知道这么多花的名字啊？是吗？我是怎么知道的呀？对了，是皮皮的爷爷。红色的是月季花。都记住了吗？知道了，爷爷。就是这样知道的。哇，托嘟嘟的福，我们有了漂亮的花街喽！真的。现在可是炫耀我发明的最好机会。那不是放烟花的机器吗？快看，这是我发明的花瓣烟花机，敬请期待吧。就因为嘟嘟犯的错，从此绿树林里有了漂亮的花街。这一定是给好心帮助朋友的嘟嘟的礼物了。夜幕笼罩了绿树林。要不要我来给你们讲恐怖的故事呀？带着吸血鬼。变成真正的吸血鬼。刚才那个吸血鬼好像是淘淘。